我不会去怪我的母亲，现在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能够陪她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啊，刚开始都会跟她应许，到后来的时候真的是心疼她小时候的生长背景。你的椅子坐到哪里？黄色的，对这样来。真的，人家给我们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能够回馈给社会的，真的还是很少。